舅舅、舅妈、表哥、表弟、表姐、表妹。妈妈的兄弟是舅舅，舅舅的太太是舅妈。我有许多表哥和表弟。他有很多表妹和表姐。谁和谁比我大？谁和谁比我小？谁和谁是男生？谁和谁？是女生。妈妈的兄弟叫什么？妈妈的兄弟叫……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爸爸的爸爸叫……爸爸的妈妈叫什么？爸爸的妈妈叫……妈妈的妈妈叫什么？妈妈的妈妈叫……妈妈的爸爸叫什么？妈妈的爸爸叫……我的表弟叫明明，他今年5岁，他有短短的头发，圆圆的眼睛。高高的鼻子和红红的嘴巴，他喜欢穿蓝色的衣服、黄色的裤子和白色的球鞋。他每天高高兴兴的去学校，我们都很爱他，他也爱我们。请画明明。